我们一般传统的密度板，然后那个由大锯分切完之后，如果要开槽四个角上，我们要进行先磨切。然后现在呢，经过这台割线机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免磨切。现在大家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子，密度板从这里放过去，第一道割线，然后进行到第二道割线，然后割完线之后呢，我们密度板的四个角上就会有线。如果有这个线之后呢，我们开槽会好开一点。然后我们到开槽工位来，开槽呢，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开槽。第一道，看到没有？第一道开槽完成，然后再开第二道。你看，我们的一个密度板的盒子就这样开。